要求落实五区公投，还香港人民主的机会。2011年，我哋要求中国要有民主。我哋今日要求释放刘晓波、谭作人、赵连海等等所有内地嘅民运人士，因为我哋相信中国嘅未来在于我哋今日嘅认识同埋行动。中国冇民主，香港亦都冇民主。我哋一个和平奖，睇到我哋中国人嘅骄傲同埋羞耻。我哋嘅骄傲就系我哋等咗咁多年，中国人第一个可以攞到诺贝尔和平奖，系咪？系。但我哋最羞耻嘅就系攞和平奖嘅中国人喺奥斯陆竟然摆一张空凳喺度。过去嘅日子，除咗希特拉时代嘅一个记者黄山富飞、华里山，只有四个人系攞唔到诺贝尔和平奖，唔能够亲自去现场攞和平奖。所以呢个唔单止系我哋嘅骄傲，亦都系我哋中国人嘅耻辱，系咪？各位，社民连2011年嘅新愿望就系、是。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建设民主中国。各位，大家唔使灰心丧志。近排我哋好多嘅时段，因为相信我哋嘅政治能量唔喺你同埋我两个人身上，喺我哋所有香港嘅民众身上。大家努力奋斗。好，多謝你，同學主席。阿老哥，報告欠款，報告唔該，老哥。冇乜特別講啦，快啲行啦，係咪？即係快啲踩，踩架單人車。嗱，其實好簡單嘅啫。我記得咧，兩年前咧，就1月2號咧，我就走去商台度就話問佢問你有咩做啊？咁你哋我話去公投咯，係咪？咁咪真係做咗出嚟喎。即是事在人為，如果一個人是沒有了個意志，就什麼都不用搞了。謝文年在五區公投之後受到這個中共的追擊，我不是說我們自己沒有責任，人哋睇到嘅，所有想行呢個中共表達忠心嘅人都踩我哋一腳。好簡單，好簡單。以一個以打壓，我哋以反彈，我哋。不单止争取中国的民主，我们更加会在2011年贯彻我们党成立的宗旨，就是制约附京，义无反顾。好，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大陆的通胀，香港的通脹全部都是有錢人狐群狗黨自己在炒，危機解碼，解碼已經說了，原來這個唐英年等等的香港高官全部都有老闆
我点得闲得嚟啦？原来维基解码讲嘅嘢系真嘅，点解啊？因为中共就一个小小嘅赵连海啊，都喐你班友啦，咩记者啊、人大，维基解码指名道姓，有三分二中央委员喺瑞士嗰度有私人户口。香港的高官同埋有錢人，原來是共產黨的新貴的馬仔。我哋喺香港受苦，是因為我哋有同胞喺大陸受污衊，所以我哋不分彼此，濟弱扶傾，義無反顧，係咪？好，我知道講得太長，又嚟得遲，大家好唔耐煩，不過冇計。好，我哋就。各位，而家將列車打去牆後面，喺牆中心一字響排打橫排開。嗱，唔該唔該，試一試你單車，即刻去坐喺牆後面，喺牆中心。